我本应该为爸妈、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。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爸是工人，每月挣五六十呢。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。难了，回家吧。你为啥对我这么好？涅槃重生。对，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，趁着年轻，多看书，多学习。哎，对，没错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曲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。哎，行了，别互相戴高帽了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你看他来你们这儿，他就舍不得走。要不你在这儿？那不需要，我不能抢班夺权呢。赶紧走吧。行，就不耽误你们了啊。老叔，再见。好了，再见，许书记。班导，许书记，再见，许书记。怎么回事啊？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？啊，我给不少人写过，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。说我反动，这种事儿明不告官不究的，既然学校知道了，就不能装聋作哑，结果就把我给开了。幸亏马守长调到省委工作了，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，咱们厂都不敢要我。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办公室也没啥意思。乔主任，乔主任，花姐，怎么的了？有个情况，我得跟你反映一下。咋的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。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？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。我说以前那是谁呀？以前那是乔春燕，那是我们主任，人家将来得升到市里头去的。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？我跟他们讲，我说以后啊，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。你瞧你说的，我刚跟主任说了，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修脚。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。怎么样？哎呀，春燕，不是，乔主任，还有点啥吗？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，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，
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，这才有劲儿啊，是吧？那个啥，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。哦哦，时间到了，我先走了。行，那你忙。哎，你别动。怎么了？刚，你过来。啊、咋的了？这儿有光啊。别动啊、哦。来。有根头发，啊，弄一下来。你忙去吧，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。哎，小主任，好久没过来看看，忙着呢。来，拿水去。哎，好了，三婶儿，三婶回来了啊。小主任好。哎，我不用，我得自己玩啥呢？来，大白兔奶糖，一人一颗，光明。好、啊，谢谢。给，谢谢阿姨。掉、哎、地上了。好、啊，谢谢阿姨。郑娟吧，我春燕，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，假公济私。我干妈呢？咋样了？就这个，脚中间，叫涌泉穴。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、啊？给她多摁这个地方。通便，试试来。对对对，对对，哎呀妈，学东西挺快呀！哎，手重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师傅啊，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，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，就改修脚了。但我师傅跟我说，让我好好学，技不压人，学会了，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，都派得上用场。果不其然。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？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，我就天天摁呐摁，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。弟，使劲儿。哎，就这个。哎呀妈，我得回去了，过两天再来教你啊，你先好好练着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按一按手还挺酸，还是坐办公室轻省。走了。光明，送一下你春燕姐。你咋那么客气呢？咱俩谁跟谁呀？还送，过两天再来啊。哎，你说干啥去？啊，我着急好了。水二分的房。对，单独的一大间呢，有暖气，走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。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，然后你事儿多，我就没叫你。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那帮忙，提都没提。咋的呀？怕我难受啊？不至于，那哥们混好了不好事吗？是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要都是穷朋友，出了事儿谁帮谁啊？春燕儿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，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。我说呢，那政治警惕性那么高，行，祝贺。祝贺我啥呀？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。爸爸。哎，儿子。那行了，那什么，我走了啊，回去吧。坤儿。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，然后春燕刚提拔，也挺忙的。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，想想怎么帮你。我走了啊！行，你快上去吧，啊、老婆孩子热炕头的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，哎，冰坤，后不后悔？啥？错失乔春燕啊！一点儿都不。不是，哎，你就那什么啊，骨头的鸭子，嘴硬，又嘴硬。尿布还没干。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，你记得收一下。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也保证了，饭吃的也还行。对了，今天总算是大便了，病得跟石头子一样。是吗？妈，我一手扶着臭。再来。
走了。哎呀，月月，我们走了啊，你听话啊，走，来，旁边。你明天上班前我就来，放心啊。嗯。你看去哪儿还没瞅着啊？哎，好。哎，这几天天天来，去秉坤家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小媳妇长得真俊。她男人呢？不知道。母亲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不是说找个人去他家照顾他妈吗？那他这是秉公家的保姆了。咱光字片啊，从前只出保姆，现在能雇保姆了。咱唱唱歌，跨时代，小点声。事件定性就是打架斗殴，他并没有参与。他们单位的人为让我放心，特地让人来通知我。等华成回来后，我们马上请假回家。一来看望你们，二来把月月接走。孩子正逃的时候，也照顾好你自己。姐很想你，想咱们的家，周荣。妈，你说我姐这回来，看你这样，我咋跟你交代呀？怪我呀，当时不跟你说就好。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，把我吓着了。你说把我吓着正常，你咋也吓着呢？我不行，你也不行啊。你还说你不是一般人，你妈拿得起放得下，啥呀？啥不一般的？反正也怪我，不跟你说就好了。妈。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，行吗？突然就好了，行不行啊？嗯，妈，你赶紧好吧，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。等你好了，你好了，咱就把这段就不告我姐啊，咱就当没发生，行吗？要我姐她又该说我蠢笨啥，行吗？你快点好吧，妈。嗯。妈。妈。周秉坤同志在家吗？周秉坤同志在家吗？同志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谁呀、啊？哎，周秉坤同志，邵主编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，你不在家，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，是吧？啊，那我姐、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。
真的？啊，具体是哪一天啊？那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，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呢。你看，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，怕是赶不上趟了。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。哎呀，真是太遗憾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，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，是吧？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。是吗？啊，悼念周总理的，还挺感人。真的？真好，写的太好了。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，就是个零。冯化成的这首诗，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。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。你说话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。我这是生动、形象、准确、独特。哎呦我去，你这是……你说你读两天大学，说那话像空了二的小手，文绉绉啊。哎，云贵，你姐夫啥时候回来给咱引荐一下呗？他人在贵州，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、大学里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。小事儿，放心。来干活吧，干活来。小杨，哎，你们歇会儿。好嘞。总之，人现在关在北京，那地方我们也帮不上啥子忙。周老师，你过去想想办法嘛。行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。好。都说狗能辟邪，是不是？啊，过来，默默。都说狗能辟邪，自从你来到我们家，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。先是我爸介绍我冯化成，然后冯化成平反了，最后我顺利的生下你了。求求你再显灵一次，再保佑我一次，好不好？走，走，快走，默默来。昨天我给我妈读信，她有反应。什么反应？就嘴角动，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。反正
他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。那肯定的呀，先是能听，然后能说，然后能起能坐，能走路能干活，最后笑死我。你干啥了？他为啥要笑死你啊？哼，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。我走了啊。哎，妈，走了啊。说了什么？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，也没去我家，他去了北京，去了天安门。去天安门了？我听说了，不是，去天安门的人不少，为什么抓他？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。我想请假去趟北京，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让你跟炳坤说，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，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，怕他们在家等，我怕我妈着急。还有，你跟炳坤说啊，不化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，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儿，别吓着她。还有，炳坤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话，你方便就帮帮他。放心吧，啊。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，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，这个腿部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，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，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。再教你一个穴位啊，你看，虎口张开，哎，放到膝盖这儿，往下一量，就这儿，你试试。来，对对，就这个，这叫足三里，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，你就记住一点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。哎，对，舒服不，干妈？哎呀妈，老舒服了。呀，我得走了，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？嗯，干妈，我走了啊。月，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？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。谁怪沈石啊？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。你有空我就过来啊，一人一半。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，怎么那么懂事儿啊？没他我还真不行。哎呀，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儿，炳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？35。啊，是得给这么多钱。他们家一共五口人，四个人拿工资，老爷子一个月50-60呢，拿不少，得给。自己去玩去。天安门事件呢，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，红花城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，你也有事儿。这期《净土地》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？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想啥呢？咋了？我脏一身。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哎，炳坤，你不洗脸了？
惦记家呢？嗯，家有事儿。走了，郑娟。今天晚上能在这住一宿吗？就一宿。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流。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，或许啊，也不一定。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，对吧？这存折里的钱，你计划着用。我妈还有一个折子，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。这钱你要花了了，你就找找他那折子。要是找不着，这钱还没有，你就给这纸上的人，你去找他们。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，要不别告诉我爸、我哥、我姐他们，他们。远，遇着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。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？死了人啥的。妈现在这情况，谁也说不准。大夫不都说了吗？说喝口水喝不好，都可能有危险。那你那事儿啥时候呀？大概不准当，也不一定。我说的是或许。嗯。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，你刚才说的。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，万一要出点啥事呢，你就找上面人，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。嗯。你得活着回来，完完整整的回来。
谁是周炳坤？我是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不用靠了。谢谢。走吧。钱，你计划着用，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。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，对吧？大家都在这排着呢，干啥呀？都排老半天了，谁都着急。都着啥呀？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？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正好，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，郑娟，我姐们儿。啊。周炳坤都知道吧？他妈，也就是我干妈，生病了，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。郑娟人可好了，知道吧？活雷锋，做好事不留名。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，这世界该多美好啊，是不？Thank you.
你找谁？找你。秉坤哥。光明。是。半天不见，长个了。从哪儿弄来的大衣？啊，有个公安朋友借我的，说天冷了。我去烧饭。穿成这样，吓我一跳。你这是出来啦？你以为我在哪儿呢？回家。这回完完全全没事。来呢。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？因为你们长大了呀，我也长大了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们要听话懂事啊。你要去哪儿？北陀寺。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儿，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，说我有慧根。光明舅舅，什么是慧根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好东西吧。我给你钱你没花，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，本来是留给我弟的。你让我计划着花，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。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，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，我们日子也得过呀。你又靠了200块钱养活这么大家的人。我养活的挺好啊。哦，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，这是你爸寄来的钱。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，每一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，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，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啊，我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。每次收到钱，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，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，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。没我姐的信。嗯。没事儿，我都出来了，我想他们也快了。嗯。这都是因为四人帮。嗯。现在四人帮粉碎了。真好，这家现在干干净净了，立立正正的。这老人还有孩子，那你满意吗？何止满意啊！那就好。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。手咋了？没咋。不是手咋了？
楠楠，回来吃饭。你快回去吃饭去。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，我是他爸爸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秉坤没问题。我跟你讲哈，我就一直不相信秉坤有问题，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，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个子，谁说他有问题？他就我有问题，是吧？大娘，您说错了啊。怎么了？哎，刘叔，哎哎，你好，大娘，这个秉坤啊，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疙瘩。哎，他是啥呀？好人的化身，群众的代表，咱光字片的英雄。秉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？那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，那是上头的事儿。对，咱啊，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秉坤，是好人。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，世间的苦啊要离散，雨要下，世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，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，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，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茫茫老去的时光听踏过儿时慢慢讲，也祝你不忘少年样，也无惧那白发苍苍，我们啊像种子生长。